今晚是本季突围赛，所有补位歌手、踢馆歌手、淘汰歌手将集结于此，争夺三个晋级名额。下一期这个突围赛啊，我要唱的这首歌叫《青藏高原》，这个我在屋里没法唱，就发不出声啊！你在一个小屋里唱《青藏高原》，那格局不够。Hello。别说了，痛苦死了。我看了一下这次阵容，还蛮厉害的。今晚对于要竞演的十组歌手来说非常残酷，因为这场是十进三，只有30%的突围成功率的激烈战况，在往年的比赛中都很少见。This is my first time going on stage and dancing on such a big stage. I never dance, okay? I like, I never dance. 公司从我们淘汰那个时候到四月份，所有的活动都没有安排，所有的活动都取消了，我们一直在筹备。那这次如果突围成功了，让 Bruno Mars 来帮帮唱，对吧？对，帮帮唱。房子卖了。你们是有看歌手。上下个礼拜，你们还会看吗？你要再看我输一次吗？回家吗？成了，好歌吧？成了，歌好，成了，歌好，歌好。就你只要按照刚才这样的感觉的话，我相信那500观众是能感到，真的。你是带了大招来的？都带了大招，都是来放大招的。就是再大爷肯定没有咱仨大呀，是咱仨的歌已经是轰炸型的那种大，就是大现场的歌。三个人你肯定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的声音大嘛，对吧？这名次的预期是什么？保三，保三进二。如果第一的话，那当然更好了。对，人家都是硬菜。对，人家都是硬菜。你们什么菜？咸菜，老太太腌的咸菜。你这么说咋了？皇上满汉全席咔那一桌子，没准他不爱吃咱们青岛那个小凉菜，没准他咔咔又干一顿。今天前面的采访里面，龚琳娜还有深入人心，他们都觉得那三个席位都有自己的位置。Квартеты Конлина это вроде как два места, еще осталось третье。